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arley， 欢迎来到 Hollywood。 今天估计你看出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。首先看到这张桌子没有，这张桌子是我刚刚淘回来的，今天第一次亮相的一个小tea table coffee table、我非常喜欢、将来它可能会伴随着我们一起在录节目，我非常喜欢它，希望来宾然后还有就是你们也会很喜欢。另外你会不会觉得今天为什么是我一个人，滚哥哪里去了，然后这边又是为什么是空着啊？那我要告诉大家一下，就是今天我会邀请到一位神秘的嘉宾会坐在这里，然后这呢是不是有发现很奇怪啊？那这样的话就是到时候我的嘉宾会跟他一起来，那这是他的海报，也就是说将来我们会在这里不断的为大家去做一些新片子啊，或者说是一些电影人导演的一些片子，这嘉宾坐在这，然后这里放上他的海报，我们来聊聊他的影片，聊聊他们的故事，敬请期待啊。OK， 拜拜。